在这个地方的话，无盐奶油要打到越发越好，越发的话，你吃起来的口感的蓬松度会越好。拌上低筋面粉的时候要轻轻的拌，不要再过度搅拌，在过度搅拌的时候，它的油跟水比较容易分开来。你冰过以后，奶油变硬了，你再烤出来的饼干中间的蓬松度会变够，脆度也会增加。